艺人曾伟权年初被传患癌，之后一直深居简出，到近日再有报道指佢因为肺癌病重，目前喺将军澳医院留医，情况令人担心。曾伟权演出完剧集《牛下女高音》之后，同中老合唱团成员大受欢迎，一班中老仲举办演唱会。不过曾伟权当时就缺席，而佢出席剧集宣传活动时，身形亦比之前消瘦。佢当时解释系因为肺部受感染所致。嗰个身体啊，而家其实嗰个肺嗰度系点样？要休息咯，要休息啦吓，休养啦。所以而家我就有时有啲公司嘅我都会客串为主咯，即系唔好咁多戏。因为如果系喺拍剧嘅话咧，就会有挨灯底夜，始终都会有嘅，无论点都有。咁尽量喺如果喺一啲佢安排短啲嘅，好似客串啊呢啲咁嘅好，会比较好啲咯。系，即系可能唔系令到个休息嘅时间足够少。冇错，冇错。除了牛下之外，曾伟权近年亦在正播出的《仕途行者三》以及年初播出的《法政先锋四》演出。不过无线企业传讯部回复查询时就说，曾伟权早前提出希望减少工作，主动转做兼职艺员，到近月更希望把握时间调理身体，而未有再续约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曾伟权近年由契妹 Teresa 照顾，不过近日曾伟权同 Teresa 的社交平台都完全清空。传媒向 Teresa 求证契哥入院一事时，佢就未有回应，匆忙收线。而同佢相识多时，又喺牛下一齐合作嘅欧瑞伟就话同对方已经多时未有联络。曾伟权甚至退出埋手机聊天群组。因为咧牛下完咗之后啦，出咗街之后再做宣传，嗰时大家都有 keep 住有聯絡嘅，咁去到流行經典五十年啦，即係嗰一晚係最後見佢咯。係。係啊，咁跟住佢話：哎呀，做完之後我哋去食嘢，跟住佢話：我唔去啦，我唔舒服。咁我哋去啦。我話你小心啲啦，唞下啦咁樣咯。係。咁到一月份，我哋有一個 show 去馬來西亞，有個慈善籌款嘅。咁就都係預咗佢嘅，咁但係佢都出席唔到。出席唔到，係，但係當時都有冇聽佢講過話佢自己身體出現咗啲咩狀況咁樣㗎？佢咪話佢有個 cancer 咯，咁就係就我話小心啲啦，保養啦咁樣，係啦。但係佢心態都係好積極去醫嘅。佢積極嘅，佢積極嘅。咁你哋有冇都同佢係咪契妹有聯絡？即係佢嘅情況係點樣？冇啊，因為我哋有個群組嘅群組，咁跟住佢自己都取消咗，可能佢唔想我哋即係佢想靜靜地咁樣啦。係啦，係啦。所以即係呢段時間你都冇收到佢任何有關嘅消息。暫時冇收到，但係係咯，我都聽翻嚟，好似佢最近都好似身體都麻麻地咁樣。係啊，你哋會唔會諗住都真係嘗試再聯絡下佢契妹，睇下可唔可以有得機會去見下佢、探下佢都好啊，俾啲鼓勵佢咁樣。係咯係咯，即係如果有機會即係知道嘅，都想知道阿權權嘅嗰個狀況。曾伟权八十年代加入电视行业，先后为丽的同亚视效力。九零年加盟无线，多年嚟参与大量唔同嘅剧集演出。感情方面，佢曾经同梅小惠拍拖十多年，不过可惜两人未能走到最后。